我今天自己做的花，我要去送给老师，因为我学校要开一家花店。我学校已经开三个店，小老鼠面包店，还有美少女战士书店，还有恐龙便利商店。明天要开什么店？花店。好，让我看一下你的花。这个花很漂亮哎，怎么做的？那个是要那个小吸管，还有那个棉花棒，然后用亮晶晶贴上去。你看，我是第一次的。你做了哪一部分？你有跟我做哎。你做了哪一部分啊？我坐在那边，因为我坐失败了。嗯，坐在那边一直陪妈妈，是不是？而且有贴亮晶晶片，也有想到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你的花店，祝你开成功。花店的花。